寿司饭团的做法。这个饭团模具是朋友送的，我一直没有合用它来做，因为这个模具好像更适合为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做美食，而我家这个已是一名中学生了，所以总想把它送人，送给我和一样爱美食喜欢为自家的宝宝做美食的朋友，但是一直没有送出，原因嘿嘿，你懂的，我家小朋友一直对他虎视眈眈，总想让我给他试一把。前段时间嘿嘿，这个前段时间有点长，大概是3个月前，在一个周末的早上，我终于没能耐住小朋友的软磨硬泡，把这饭团模具开了封，给小朋友做料一顿美味的早餐。正好我出差买的3文鱼松也上料用场，一切都容不得我精打细造，在小朋友的百般催促下，我的寿司饭团终于快速登场，然后又被快速灭掉。剩米饭适量，鸡蛋适量，3文鱼松适量，黑芝麻适量，海苔适量，芝麻油适量，盐适量，糖适量，白醋适量。一、准备食材。二、鸡蛋打散。三、入平底锅中摊成厚薄均匀的蛋饼。四、剩米饭微波炉里高火2分钟，趁热加入适量白醋、盐、白糖、3文鱼松。五、再加入适量芝麻油拌匀。六、将拌好的米饭放入寿司模具中。七、轻压一下。八、然后扣出。这个模具后面有暗片，一按即可扣出。九、包上一片海苔。十、选一个喜欢的模具图案，用力压出饭团的蛋皮。十一、将蛋皮包在寿司饭团外面。十二、装盘食用即可。小窍门一：米饭中的白醋、糖、盐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决定用量。二、没有3文鱼松，用其他肉松代替也可。三、3文鱼松本身有一定的咸味，所以其他调味料要注意增减。